如果你不说这款是狮子鱼为灵感打造的配色，我还以为是三分鱼一代蓝莓冰激凌配色的延续呢。分享一下这款新配色的安踏三分鱼二代，整体的配色上是以紫色为主色调打造，相对的温柔，而斜侧的 TPU 呢更是以深紫色进行贯穿，一深一紫的紫色碰撞呢还是蛮不错的。三分鱼二代对比于三分鱼一代又有怎样的进步呢？首先是外观标志性的360度环绕式 TPU 做出了优化，换成了附着在鞋面上延伸至中段部分以及前掌防侧翻处的设计呢，能够带来更为精准的侧墙支撑以及防侧翻保障，对于中足部分的支撑以整体刚性呢都能够带来一定的作用。鞋面科技延续了上一代的弦科技，质感十足且更为的精致透气，后跟处在活动中呢也没有掉跟的倾向出现。而中底科技上呢依旧是延续了全掌的弹科技，但是整体的厚度更高，因此带来的缓震极限更强，所以呢对于中小体重后卫又或者是锋线都能够带来很不错的实战反馈。外底方面纹路更为粗犷的水泥克星，无论在室内又或者室外场地都能够带来不错的抓地以及耐磨表现。总体而言是一款颜值高、性能优秀且匹配性强的实战口粮鞋，相信它又会备受热捧。